你再弄它一下看会怎么样？它在活的，活的，那又缩起来了。外国人是不吃它的。嗯。等一下再来看它怎么样。十二锅，等了老半天的十二锅。这是羊肉，是羊肉。出来尝鲜哦，尝尝那个。好像舌吐舌头哦，那个什么菜的味道。那等一下要把它烫烫了吃，好像有一点那个哦。我这边更恐怖哎，我这边是那个虾子还在动。虾子还在，哎，这是很新鲜。我就把它那个。你看它好像不，哎，它是不是靠这个移动啊？对。哎，我看到它那个了。来吃菜。哎，你看有一个那个，对，有一个那个什么东西。没有，那是它的触角。我正在拍啊，我正在拍。你就不要。他要去哪里呢？他要看地球在哪里啊，看能不能升到地球的地方。哎呦，要去哪里了？他要看地球。太新鲜了吧。我怎么找不到地球？有眼睛了。好靠近吗？触觉了。好了啦，哎，怎么还没滚啊？那么久，好了。